近日，韩素汐在活动中用僵硬的表情大喊请大家安静一点，引发广泛热议，被质疑黑脸耍大牌。对此，韩素汐经纪公司回应称，当时活动现场人群聚集，担心会发生安全事故，为了现场能够顺利进行活动，工作人员们都一起发出了希望大家安静的请求。韩素汐只是配合发声，并不针对特定的人物。据了解，29岁韩素汐真正走红是因为在韩剧《夫妻的世界》中饰演小三角色，以精湛的演技让观众深陷剧情，还被许多亚洲剧迷追捧为最美小三。生活中的她个性直爽，穿私服自拍，肩部的纹身性感又张扬，主打一个叛逆，因此也会引来争议。冷艳的外表加上凹凸有致的好身材，自从爆红后，韩素汐手上的资源应接不暇，如今韩素汐被传耍大牌，不少网友就认为是